灰机，就是怕灰机。怕灰机，灰机啊！好，快打。谁懂造型？蛋糕会快到发焦。谁懂？我现在多一种。等一下，回来，回来。第一个愿望非常重要，就是身体健康吗？对，这以前都不是我的愿望之一，但今年就是这样。希望大家也就是能够身体健康，真的很重要吗？记得睡觉，记得健检，要全身精密的那种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希望我接下来有更多就是拍片的机会，参与创作的机会，就是不限于说只当演员，希望我可以就是继续走我的创作之路。对，好，那第三个就放在心里嘛。对，好，开始放空。好，我学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刚刚有学到，有。你在那边闹，来换你嘛。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许愿？是你们俩，因为我每年都有许这个愿望，就是希望我的全家，然后跟我还有我爱的人、爱我的人们，今年都可以身体健康。许的愿怎么没有用在我身上？有啊，我爱的人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明年。就是好，今年很不一样，就我希望明年二月的泰国 HR Festival 可以以 TP 之名去到泰国，然后好好的表演给大家看，希望会成功，可以的，大家要来泰国找我们哦。好，第三个，好，放空嘛，对吗？你在想什么？等一下要吃什么？口水要流出来，还是你在想你的牙齿都没有磨？好了，大家回去修掉吧。它更好吃呗，甜甜的。这样还有吗？有吗？你们在加油！我们要正常的白吉他。右边的耶，中间没有，中间是这样的。生日快乐！
很香很香。吹完蜡烛之后有一种香味，但是蜡烛没有燃烧完，只是蜡烛。要吃了好多浪漫怎么办？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这个。先说，对，先说蛋糕吧。哦，先说蛋糕，合照。合照，哦，对呀。合照了，他别忘了。完全忘记这件事。那要收了吗？照相机要吗？还不用。哎，对的，大家先把相机放下，我们拍完照。好。